多謝你啦 ，Lily 老師嚟我哋傾偈。好，咁咧就一陣間傾偈咁樣得噶啦，係啦。咁我又問下你嘢，咁你答下，跟住我聽到你講嗰啲嘢，跟住我又隨機咁樣又問啲問題咁樣啦。咁主要都係想了解翻你多啲作為一個人啦。咁可能有時問翻你工作嘅，有時問你生活嘅嘢。係。咁就由近況開始講起啦。而家放暑假啦，你咪真係可以有得放？我哋真係有得放嘅，係啦 ，OK。可以放到幾多日嘅個暑假？我由禮拜六開始放，啱22號，我8月18號翻工。哦，咁中間你差唔多一個月就真係可以放低曬所有嘢。可以。你唔需要翻去補課。唔需要。要補補曬啦，係啦，依家補曬先完，跟住就係咯，中一嗰啲活動又過曬先至。正正放假，咁其實係咪好著數咯？可以咁樣一個月唔使翻工，有冇得出？對外人嚟講係嘅，係咯。對外人嚟講係會覺得好抵，即係有一個假期咁樣。成個月，成個月啊，係啊。但係捱咗，但係捱咗咁耐一個月，其實係唔夠嘅。咁嚴重？因為以前嚟講係再早啲有得放嘅，同埋晏啲先翻工嘅。即係再早啲意思係可能係7月頭、7月10啊，過埋即係過咗幾禮就可以放嘅啦嘛。跟住就會20幾號先翻工噶嘛，而家就遲咗放，又早咗開工，所以以前可能有個幾月嘅，係而家就遲咗。不過算啦，都係當我哋嚟講係好嘅，真係有一個月唔使翻工。咁但係你話捱咗咁耐放嗰一個月都補唔翻，因為太辛苦啦，辛苦到咁樣嚟，辛苦到係好似透唔到氣咁。唔係，其實我已經上年都調適咗噶啦，係啦，但係以前我覺得真係冇得停咁咯，即係由9月開波。是冇得停的，即係仲少啲中間有啲假期，但係一路都係心掛掛，未完噶嘛嗰個 term， 咁會覺得係九月開波，一夜衝到6、7月咁樣。咁樣充分，其實你已經充咗幾多年啊？即係暴露年齡係你哋咯，你十幾年又係眨下眼工，你一入行，即係一出嚟工作就係輸噶啦。係。咁你又係啲乜嘢推動到你可以咁樣充十幾年？冇嘅，呢個現實咁嘅啫，即係畢咗業真係要做嘢噶嘛。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又唔同人哋啊嘛。你九月即係揾咗份工，九月開波就一要捱就捱，要捱啦嚇。一嚟就一年咁樣。咁你而家呢個制度，你幸運咧就可以繼續喺度做，你唔幸運就冇嘢做，要再揾工。但即係人哋就可以中途唔做就唔做咯，去旅行。我哋唔得咯，呢行業係即係好似九月就一定去到七月，九月就一定去到七月。可以中途離職？唔可以啊！有人會嘅，不過你有責任感之下，你唔會中途quit咗份工，即係對學校、對學生都唔掂嘅。係。咁慶幸我未試過有咁嘅念頭嘅，係啦，未。你一畢業已經係決定咗要教書？哦，我個念頭即係未試過諗住中間quit，係啦，係咪諗住教書啊？都係嘅，係嘅，都係嘅。是啲咩吸引你要去做個老師？冇嘅冇嘅，其實我反而應該咁講，我唔係本身諗住做老師嘅，我細個係諗住死都唔做老師嘅。嚇、啊！你細個？我同阿媽講，阿媽有時傾下偈咁樣咧，我同阿媽講，我將來做乜都得，唔好做老師啦。點知而家就係、是？咁點解你個命運會？咁啊，可能係 A level 文學科最高分，跟住入中文系，跟住。係咯，咁自然你中文系嘅人就會去報曬咁多間學院嘅 track 咁樣啦，咁就有一間收，跟住讀咗，咁你好自然地都會係諗住教書嘅。呢個係所有人都係咁樣行嘅方向啊，所以你跟住。唔係啊，嗰個年代咯，或者嗰幾年係咁樣，因為嗰幾年我啱畢業嗰幾年係唔好勁，咁好似叫做有多年讀書，咁咪報咗先。咁都係一個職業嚟噶嘛，即係以嗰時嚟講，報咗係啦，係啦，都係一個 professional 係咯。咁我會覺得讀咗會有嗰個行業嘅工作做，咁咪自然就會覺得報啦，有得有 offer 讀啦，讀完做啦咁樣咯。應該都仲有其他選擇㗎。如果你話喺個再進修嘅個即係專業資格嚟，咁嗰時我 major 中文嚟講行業都窄嘅，係即係記者啊。編輯啊，又未有好明確地真係好想做編輯，或者好想做係咯記者，咁咪一路跟住所謂嗰條路行，咁有得即係你會好自然地記上 interview， 有嘅咁咪做咯。
即都唔算係一種話精挑細選、深思熟慮嘅狀態底下去入行，唔係，又唔係一個抱負，即係你反而自細唔想做老師，點解嘅？一定唔做啊！你細個嗰時作為學生好細個，咁會覺得老師就係俾人話啦，俾人指點點啦，即係先係俾人話。係啊，細個自己會覺得老師咁樣講嘢，老師咁樣嘅，即係未必係講啲好衰嘅嘢，不過會覺得呢個職業唔討好咯。我自己咩遭遇令到你有個咁？冇啊，因為我自己試過鬧老師咯。幾大個啊？你嗰陣中學咯，我真係拍台起身鬧老師，因為佢好惡中六啊嗰次。因為我哋係即係我中六係去咗第一間學校嘅，跟住。我哋幾個人唔好中意個班主任，跟住但係佢哋逼我哋一定要食飯食三個字之後留低温習，去某個地方咁樣，即係外賣翻嚟又點都知三個字之後你就喺嗰度讀書啦。咁你啲反抗心態就會覺得，誒個老師會唔會睇到㗎？就會覺得點會逼我哋温書啫？黐線咁樣，我哋咪擺本書度扮温咯，即係嗰種抗衡心態。咁你就會咪我又好曳到唔去嘅，你點都會去。跟住但係就唔中意佢啊，又坐喺度玩嘢，又拋嚟拋紙啊咁樣咯。咁我覺得老師呢種生活係一種好衰嘅一樣嘢咯。跟住佢有一次又唔知逼我乜鬧我乜，我起身拍佢鬧佢咯。已經唔記得咗佢。唔記得鬧我乜，而我亦都唔記得鬧翻佢乜。總之我記得自己拍台起咗一下，跟住就對咗兩下咁樣駁嘴咁樣，跟住坐翻低咁樣。佢我都唔好記得佢之後有鬧我。咁啲老師其實諗翻轉頭好好嘅。即係佢真係想，係啊，其實係嘅，即係知道諗翻轉頭，咁我最屘真係考得到 A level， 我最屘真係升到大學嘅。喺嗰陣時嗰屆嚟講咧，唔係咁多個升到大學嘅，即係唔可以直，唔係咁容易經 A level 逐級升。我係其中一個，咁我諗翻轉頭就係、是，佢係啲激將法咯，即係或者逼你咯，一定要温咯，坐喺度啦咁樣。即係我最屘考到係咪直接因為佢，我唔敢講，但係諗翻轉頭。佢又出力咯，佢又出心咯，咁咯，咁咁我嘅咁嗰陣時，總之就覺得做聲唔好啦，即係老師就會俾人話、俾人講嗰啲咯，係啊，咁但係最屘就自己做咗呢行，又多啲明白翻老師嗰時嗰個心咯。明白咗啲咩啊？係想學啲水咯，唔係即係誒，想學啲冇水咯，點算咯？唔係即做老師原來要好出心出力嘅，有時都會被學生激嘅，即呢幾年成日被學生激，一年都有。咁總係肺腑苦心嘅嘢。係咯，咁學生可能唔明嘅，咁我自己做學生前就真係唔明嘅咯。咁你做老師就明咯。嗯，係。你啲學生點樣激發啊？咁樣講。唔係嘅，有冇紙巾啊？唔係，我諗我自己一個好上心嘅人，即係又或者做咗老師之後先知道，好想教好啲學生咯。點解？點解你咁想？又或者教咗書之後先知道，原來係你拋過嚟啊？唔係，即係我曾經正正就係想講話，之前唔中意教書嘅，咁原來發覺教書之後嗰種使命感都真係有嘅。係啦，即係好想教好佢哋咯，或者好坐掛咯咁樣上鏡，你好肉酸啊！對唔住啊，近排都話你好容易喊啊，唔知點解。係啦，我之前會覺得教書好唔係一個好嘅，唔係一個好嘅職業，但係就會教書之後都發覺呢個係個使命感嚟嘅，即係我覺得要教到個學生做一個人咯。係啦，或者教，即係我好執著一樣嘢，就係我想教啲禮貌啊、態度啊嗰樣嘢。咁但係來而家啲學生咧，一代不如一代嘅，我都會覺得係嘅，即係自我啦嗰樣嘢啦。又或者即係我細個都係曳嘅，我都明嘅。其實我細個都係曳嘅，即係唔係好願意服從嘅，即係都有自己一定有步伐嘅。咁佢哋而家個更加嘅。咁但係好多時候我想佢咁樣嘅時候，或者我想佢哋乖，我想佢哋所謂禮貌，我想佢哋尊重。他們就會很我所謂的自我就會覺得他們覺得為什麼要聽我們說的，那不是有很多 conflict 在中間的。為什麼這麼想不乖？你小時候都不乖的啦。我又不知道不是很曳的，是他曳一點
係啦，我個曳係我未必咁，即係覺得自己好啦，我最尾都會做嘅。但係已經人會喺後邊講啊，我哋嗰度可能嘅喺後邊講多，但係都會照做嘅。但係佢哋已經正乜啊正乜啊嗰啲咁樣啦。咁而家都會，我都清楚佢哋係嘅。但係正正就係、是，我驚我有信仰啦，我就覺得。走在當行的路上面，我想他們真的是很抽象的當行的路是什麼。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也都很多，有時候都跟你傾偈都說，是的，為什麼我們很多衝突就是不是想他們有獨立的思想，或者有他們一些他們自己批判性的一些思考，我們反而好像minimize了的一些東西，即是責任了他們一定要這樣，一定要這樣。我這樣我自己都有矛盾的，說真的，是的。所以我現在這兩年我都會這樣哭，就我依兩年我自己都想改變，有時我係放手啦，但放手得嚟，我係放得咁爽咧，我自己都有啲掙扎嘅。你覺得放手嘅時候最困難喺個咩？喺咩位或者係啲乜嘢？我好想放手俾佢自己去，但係有時覺得佢去會唔會錯咧？係啦，呢個放手同放手之間，驚佢哋有事同冇事之間有啲。如果有事，可能係會有咩事？其實冇嘅，可能係。其實冇嘅，佢咪可能係冇禮貌啫嘛。其實可能好小事，或者又或者佢出到去有啲闖禍，又或者因為我個區又係低收入係少少嘅，咁可能會真係黑社會啊，可能真係會俾人利用到啊，可能真係俾人呃咗都唔知啊，即係或者呃咗之後先嚟後悔啊，我唔想即係係又或者我成日都學生講一句嘅，我話我唔想將來你自己做嘢嘅時候。被人說你沒有禮貌的時候，是你一句話以前老師沒有教你，即是我告訴你，我現在有教過你禮貌這件事，我有教過你尊重的，你將來出到他們不要說人知道老師沒有教過你，即是我這些東西就很執著，即是有時同事都在這裡算了，這個說不聽的，你不要上心這樣。我早上都給學生一個很重要，就是我跟他們談， 我很尊重他們跟他們談，他在酒廊爆我，最後彈了個全名出來，我真的很生氣很生氣，我最後回到 我在酒廊都沒有罵他的，但我入到教室就爆喊，是的，那會覺得這個仔我都疼惜的，我都想他好的，但是他都被激到我這樣，他會我很不知道，是的，我覺得更緊張他教了他這麼久，每次他有時候都跟他談，但他最好像不知道老師疼他，是的，這樣，但是他最後都發了一個情緒給我和我先生，他又告了很久之後，但是有些我都有些執著的，我到現在都，你覺得你那些執著是在哪裡？不知道，就是我都不知道自己哪裡，是以前有老師都曾經對你的，可能是的，可能是的，可能就是剛才我老師的，可能前面的法庭都對我的執著，我那時不喜歡，原來我自己現在做梳都會做這些事，可能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其實沒有將這兩年要 relate 到之前，是這兩年的眼淚是多了，在教書入面壓力又好一些迷失的都好，迷失的是在哪方面？我這件事我都說過，之前說我一改又哭了，但我之前就會用樽頸位去形容的，樽頸位，樽頸是的，我讀 drop back 嗰啲都未有呢樣嘢，係啦，即係啱之後嗰年開始可能有啲崗位要做啦，可能正如所講，同啲學生嘅關係啦，自己又有啲嘢想改變，又未必拿捏得到啦，咁好多嘢係變同唔變，想同唔想之間，我揾唔到個 way out 咯，係啦，咁我覺得 keep 住做啊，各位，係啦，所以呢兩年嘅壓力都做嘅。甚至呢個行業我都揾唔到，好似教咗咁多年十幾年啦，做緊咩咧？為咩做咧？好似係有啲迷失，有啲迷惘嘅，係啦。喺呢十幾年入面，你有冇曾經有啲時候覺得，知道係為咩，或者即係冇咁迷惘嘅？頭嗰幾年咯，係咯，即係所謂熱誠咯，熱情咯，係會衝得感覺係會好啲嘅。一路衝啊，一路捱啊，即係用捱啦，又得繼續。即係你覺得之前捱都會捱得，你知道要做緊乜咁嘅，係啦，你有啲 flow， 有啲目標嘅，你會甘心去捱嘅。但係呢幾年係唔知為咩，係甚至以前可能係真係做到八點都會得嘅，
八點半九點咁樣。但係呢幾年係會算啦，都會都可能逐漸做唔完嘅，係咯，停一停先啦。呢搭冇喎，聽日先改啦。好有感咯。即係個衝嘅動力似乎低咗落嚟。係啦，係啦。咁你點樣睇你自己嘅改變？我唔中意㗎，其實係都會覺得卸咗咯自己。所以壓到都能夠咁樣嘅，係啦，即係唔想，但係又好似有心無力。我覺得最有趣嘅係你細個嘅時候話自己一定唔會做老師啦，係啊，咁喺你成個成長入面，你嘅經驗好似話咁俾你聽，你係。好唔中意呢個角色，或者 你都好堅決覺得我唔要去做一個咁樣嘅角色。係。咁你當初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到而家喺呢十幾年入面，咁你覺得你係帶住啲咩嚟去扮演呢個角色嘅？你喺你嘅成長經歷入面又好，你自己價值觀入面又好，你抽取咗啲咩嚟去扮演呢個角色？好失敗咯！你點樣 play 老師咁咧？你怎樣建立這個活動自己？怎樣建立？我想我是和同事的關係，和學生的關係，我覺得在這個行業裡面都是有哭的咯，就是可以做到一些可以做到的事。其實總之這件事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沒有結果可以見到的，是的，就是由教書開始都知道，你想教到他，他是不是真的好？是的，不會在他畢業前一定見不到這個結果，甚至他離開下學校都見不到這個結果，這個職業就是這樣，但是就一路做，靠什麼人，就是靠每一年和學生建立的一些東西，都覺得好像有些東西做到，是的，有些學生都知道你對他好，有些學生都會懂得禮貌和尊重，因為我想堅持一些東西，都好像有些回報，那就繼續做。有冇一啲特別深刻嘅學生嘅例子去分享？都冇啊，好多時係有同學生有衝突，可能鬧交，可能爆，可能喺課室爆，但係暗地裏或者之後，其實同學生嘅關係都係好嘅。佢又甚至乎之後同你傾翻偈，或者畢咗業之後翻嚟我哋，你都知道其實係佢哋知道當時你對佢係好嘅。你通常喺課室會同佢哋因啲咩事爆？冇禮貌啦。即係你對禮貌負責著喎，似乎我係啊，我係啊，一尊重啊，佢哋做啲咩會令到你覺得冇禮貌？言語上咯，言語可能譬如即係即係學生又未必，可能佢哋呢代係咁樣嘅，即係咁樣咁一下咁樣啦，即係粗口，未必唔係粗口嘅，佢都唔敢喺我面前講粗口嘅，係啦，即係可能佢想發泄下，知咩啊？即係語氣好差咁咯，或者即係一唔係咁嘅就其實係，我就會執住嗰句，可能你啱講咩？咁或者我堅持要你做再嚟多次啊，或者做多次啊，或者譬如係唔敲門啊，出去敲翻個門先入嚟啊，咁咯，係啦。你係訓導主任嚟噶？我曾經一年係之後都係 member 或者啲副嘅角色。咁會唔會因為呢個角色令到你覺得你特別執學生嗰啲咁嘅即係紀律上面或者一啲操行上？但我記得我自己最初入行嘅時候，我都係好執著呢啲嘢咯。係啊，我甚至開始教書時候執著到攞張紙你都要雙手嘅。係啦，而家就冇咁執著。你自己細個係咪咁？我唔肯定係咪，我唔肯定，我自己都覺得我唔肯定係咪真係。在屋企阿媽都唔係咁教我，講真。係咯，咁邊度嚟嘅你呢個咁點樣嘅堅持？答唔到，唔記得，係啦。但係我記得我最初教書係有呢啲執著嘅，係啦，覺得要做好呢啲嘢，我自己都會做好，我自己會講俾學生，學生一定要咁樣接。但係後屘發覺呢樣嘢我放低咗嘅，我覺得人與人關係咁好機械式，我覺得算啦，即係言語上嗰樣嘢，我即係唔一定要咁樣攞住張紙就代表尊重咧。我覺得我放低咗嘅，係啊係啊，我而家都唔需要一定係咁樣嘅。係啦，但係如果你其他嘅嗰啲 language 啊，你言語上你若感覺你尊重好有禮貌，我覺得都 OK 嘅。係啊，即係唔想形式化咯，即係搞出嚟記得咁樣啊，即係你好多批冇意思咯。係啦，咁所以呢樣嘢放低咗。係啦，你覺得你同學生之間嘅關係，建立喺啲乜嘢上？
可能要問下佢哋。結婚喺咩上邊喎？你都咁嚴咯，即係啲禮貌嗰啲咁，但佢哋知道嘅喎，佢哋係會做嘅喎。嗯，係啊，同埋嗱，我唔知佢哋服唔服啦。我喺我眼內就我覺得都 OK 嘅，即係佢哋都我用佢哋都錫我啦，俾面我啦，佢哋係 OK 嘅。點解佢哋錫你嘅？我覺得感覺係互相尊重，因為我話俾佢知，我要求呢啲嘢，因為我尊重你，所以我希望你都尊重我。係啦，我覺得呢樣嘢互相人有關係，互相嘅，係咯。咁無論你對我，你對其他同學，你對其他老師，你對出邊嘅人，你都要尊重。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尊重我嘅，係啦。咁呢個我亦都我話俾佢知，我會尊重你，起碼我唔係第一下我就爆你嘅，我都唔會嘅，我都話俾佢知，我會先嗌你個名，係啦。乜乜乜，即係除非太過分啦，係啦。如果唔係，我都會俾個息怒，讓佢知道。點樣好似太過分㗎？喺你嗰個尺度，要即刻 stop 嗰啲咯。例如咧，即係粗口咯，粗口咯，粗口或者即係講鬥，喐手嗰啲咯，係即係你冇可能再下唔可以喐兩次㗎啦嘛。嗯，即係要即刻 stop 咗。即係一啲可能已經肢體上面可能有少少一啲暴力。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能影響下一個，如果再係可能會傷害到人、傷害到自己嘅嗰啲，我會 stop。咁粗口咧？粗口都會有，都即刻 stop 嘅，即係讓佢知道你咁過分啦，過咗火位啦，係咯。即係你完全唔能夠接受喺學校範圍裏面跟學生咁做。咁如果出咗街，佢著住便服，你見到佢講粗口，我會笑下咯。喂，我喺你後邊啊！真係㗎？咁你唔會要求佢？我唔會，我都話俾你知你唔啱嘅。係啦，嗱，我如果我保留嗰時，即睇佢同學生嘅關係咯。咁其實會唔會你離開咗學校係第二個人㗎？即係喺街度學生撞到你，會唔會係好唔同㗎？其實我學校都係好唔同嘅，成日都好 kind 嘅，你知道，佢哋知道有 kind 嗰邊同嚴肅嗰邊，所以你話建立嗰樣嘢，可能都佢哋知道我其實係咁樣嘅。我都係 kind 地嘅有時，係啊，都唔係個事，即係我都係 kind 嘅。即係同人哋可以玩埋一堆，可以㗎，可以㗎。不亦都因為佢知我有我好多時都係訓入嘴，我好多年嘅而家 stay 得最耐嘅學校，我都咁多年都係訓入嘅。咁要真係熟咗佢哋先知我咩樣咯，係啦。佢知我係玩得，但係知道我有要求，係啦。咁有啲乜嘢嘅場合令到你可以同佢哋混熟啊？平時相處啊，傾下偈啊，咁咯。我少即係得下佢哋過嚟傾下偈嘅時候，即係少識嗰陣時。我一時見到咯。有啲咩時候會可以咁好可以見到？冇到好多位我就會噶啦，我又冇限定噶喎，係咯，即係譬如有時好難講真係，譬如有時當下值，即係譬如領袖心當值，我咪一句過嚟傾下偈啊，有時喺走廊見到又教個堂問句啊，有時去代下堂咁樣咧，即係有時同事冇翻代下堂，就嗌兩個仔過嚟傾下偈咁樣咯，我都會嘅。咁你都會主動揾學生？都會嘅，咁喺呢十幾年入面有冇啲乜嘢嘢，你覺得係喺學生身上學到啊？或者係佢哋教識你？正正就係兩三年前開始有個仔同，因為我熟嘅，係啦，睇住佢大嘅，佢又 repeat 咗幾年咁啦。其實有兩個咁嘅仔啦 ，repeat 咗幾年，即係幾年，係啦，所以喺度好多年嘅。佢話有一次同我講事啊，佢話佢覺得我有時好 stubborn， 係啦，即係佢話。正就喺度訓練咗個角色，佢話會覺得我有時太過捉得太緊啊某啲嘢，係啦，即係正如即係，可能角色又唔係啊，即係點講咧？巡樓嘅時候，我哋間學校嚴嘅，入到課室食嘢係一個缺點嘅，係啦，我真係見光死嘅，一捉到我真係會即刻記缺點嘅，咁我而家都會嘅，咁佢會覺得我啲人好捉得好緊，其他老師唔會見到，但我睇唔到嘅話，我都知嘅，我都知有啲咁嘅同事嘅，但我見到係一定記嘅，即係其他嘢我見到都會捉，見到都會記。咁佢同我講，佢話佢話我硬得滯。咁我唔知係咪有幾年開始自己攰咧，我少咗去同學生溝通啊，少咗去了解啲事情啊。呢幾年可能呢啲嘢可能係我頭嗰幾年做嘢嘅時候做嘅，但係呢幾年係有時你個人機械人咗又好自己 stubborn 咗又好啦，我成日覺得你我乜乜記埋，咁我就走噶。但係都會發覺自己有個轉變嘅講真，我自己留意到嘅。但學生講完之後，我就好似叮一聲，好呢幾年點解咁嘅？好似個機械人咗啊個人，
係啦，咁就所以我最近呢幾年就係多咗眼淚，就係、是、啊，有啲嘢想轉翻去之前咁，又或者自己轉翻嗰種嘢，就有啲嘢我想改變一下啦。咁就多咗，所以就讓自己啊多咗去了解學生，多啲去翻以前咁個學生傾下偈，唔好咁即係執法者咁樣咯。係咯，呢個執法者角色，即係執法者都嚟都要了解嘅。但係點樣浮現出嚟嘅咧？即係點樣一步一步去成形嘅呢個執法者角色？你覺得有啲就係自己啲 staff 覺得啊，佢哋錯，佢錯。又或者真係 DC 個身份或者個框住咗，而自己又唔識得去靈活地去執行咯。前幾年即係反而咁講，第一而唔做咧，或者令我之前間學校嘅時候反而 OK 嘅，係啦。我知道自己做緊乜，點樣做靈活少少嘅，係啦。有時去到網上我個時段就好似好硬咁咯，有啲嘢。係啦，咁壓唔到啲學生都會覺得啊，點解咁㗎咁樣？其實我哋發覺，即係我自己叮過一聲，就個壓燈會再亮多少少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唔可以咁樣㗎。係。但係你如果回望翻嗰個過程，即係點解由啊原來當初你會識得覺得佢靈活嘅喎，個縱使有個框架，咁後尾就慢慢好似俾個框越箍越實咁樣，呢一個咁嘅改變其實。係一個點樣嘅經驗，或者你發現自己係我咪就喺度呢個教育入邊好多嘢都個框咯。你話係外邊令到自己感覺似自己都習慣咗，唔知係啦，即係點樣令到就係、是、好似有個框住咗咯。而咗幾年就衝都衝到自己喺個框入邊，個框實咗落越嚟越細咯。呢啲嘢可能都係呢幾年係啦，可能有讀完 private ed 跟住之後啲嘢都。多咗去思考嘅，對自己啦，對教育制度啦，對學校啦，係啦，又對師生嘅關係都多思考嘅時候，就會覺得框係真係存在住。你思考過嗰啲係啲乜嘢？好多啊，因為咁多年咧，就係為咩咯？有啲嘢為咩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你中間思考過啲咩？教育梗係為咩咯？係咯，有冇啲咩答案俾自己？或者有冇啲咩再深一啲嘅問題？對於教育的工作，是不是有個明確的答案？跟同事有聊過，跟朋友也聊過，跟學生也聊過，究竟教什麼？我自己的banding低的，在學校，想的想教的知識，作為老師的傳授知識，是不是？傳道解，傳道的嘛，當然是的。但是很多時候，傳道這個道，授業解惑，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教到他們呢？我覺得有些迷惘，就是這幾年教的好像是不是教到他們知識的東西，觸及知識是能夠觸及的，是不是真的教到呢？我會有些質疑，好像教極不知道為什麼教，為了考試，我好像操了一個機械人出來，是的，又或者教逼他們背詩，有背詞，有背完為什麼呢？是的，有些奇怪，係啦，唔知為咩啦，跟住係咯，教佢哋禮貌係咪真係教到咧？呢個世代又想佢哋有啲自己嘅思想，咁佢冇禮貌冇禮貌咯，佢想點就想點，好似呢個嘢係點咧？該，但係又唔講佢哋冇禮貌喎，又係咯，所以好矛盾呢樣嘢係，所以真係冇答案，所以咪咁得眼淚咯，係自己都打緊仗，自己打緊仗，係一場點樣嘅仗？是乜嘢嘅部分同乜嘢部分打仗？其實多嘅，因為壓力都好多嘅。自己壓力有啦，自己唔知俾咩又有啦，所以以前我都覺得我自己會喊嘅，真係唔知係乜嚟。呢個壓力我都留唔到兩年有多嘅，我傾我都會喊到講真。頭先我都預咗自己都會喊嘅，所以你話錄影我死啦。夾雜好多嘢，就係自己又有屋企又有學校又有壓力又，我總之我未揾到一個位咯，淨係想一個捽極咯，棘住咗，總之好多嘢都棘住咗，唔知想點，唔知可以點咯。會唔會因為教書呢一份職業，都唔開始揾唔到自己？可能啊。又或
者真係唔知道我係咩咯，係唔知道做落去做乜啦，係啦，誒即係成一年跟一年咁樣咁做嗰啲乜咧，都會有啲懷疑。你頭先有講你話啊教書呢個行業係做緊一啲睇唔到嘅嘢。係啊，你而家係咪已經冇咁再冇信嘅？咁我都繼續覺得係睇唔到。係。我意思係可能你嗰種睇唔到呢個。我而家惡錢咯，即係覺得係冇做到啲嘢。好明白，都可能，因為即係幾灰嘅前景嚟，係咯，真係唔知做緊乜，前面係咯，唔係光明嘅條路。因為個工作時間太長。我覺得時間長短就自己決定嘅，係咪？即係我身邊有人四點就走嘅，我十一點就都仲有。咁我覺得你自己決定嘅，你自己選擇嘅。咁但係背後就係係乜嘢令到有啲人要做到十一點咯？我會諗呢樣嘢，即係點解有啲人會冇停過咁做嘢咯？包括有時自己都一做嘅時候就唔停咁樣，係一搏嘅時候，係咯，即係成日講笑咁講。同事都同朋友都講過㗎，我哋呢行係忙到可能呼吸嘅時間都冇啦。係啊，你頭先嗰次就講好似打唔到氣。係啦，係啦，以前就講去廁所都冇時間咯，有啲人話就呼吸都冇時間咁樣。係啦，咁sorry 啊，係都可能即係為咩咧？好營業嘅咁咯。咁當一個所謂叫做老師嘅人，佢自己都十一個月唞唔到氣，連廁所都去唔到，我冇誇佢㗎，好啲。我覺得自己 relax 下，係。咁樣嘅一種咁高壓嘅一個狀態下，放實入面去面對學生嘅時候，其實你覺得一個咁樣嘅狀況，你點樣去睇咁樣對學生嘅所有嘅教育或者成長呢個影響係點，或者對老師作為一個成年人作為一個人，佢嘅影響係點？可能影響嗰個課堂啦，影響師生關係啦，影響其實做咩嗰個堂咯，就真係，其實大家都唔知佢做緊咩。可能我已經係咁樣，因為我都諗到某啲同事、某啲朋友，可能都會受到一啲困擾嘅情況，即係嚴重影響課堂，甚至有同事都真係入唔到課室。入唔到課室係因為真係情緒困擾咯。咁呢度就唔講咁多啦，係啦。但係有同事會係出現嘅情況，都放心。係。細個成長嘅階段入面，你頭先講過一個你同老師嘅關係，仲有冇一啲心一啲，或者你會點樣去形容你自己成個學習或者成個青春期成長嘅經驗？邊方面嘅經驗？即係我諗起嗰度，或者你自己個人，即係成長對於你嚟講係一個點樣嘅經驗？咁我成長都開心嘅，係咯，即係同啲同學仔玩啊、茶娃娃咁樣，我都係開心嘅。你冇啲都唔覺得有好多框架嘅嗰種感覺？唔覺。覺唔覺得翻學自己會做讀書考試？咁都知係要考試嘅，但又唔覺得係為咗考試咯。嗰時都有嘅，咁嗰時都真係有，嗰時會考，嗰時 A level 都係有嗰啲嘅框嘅。不過唔會覺得好壓迫咯。又使咁講，我知道自己唔係最 top 嗰堆，係啦。但我嗰壓力又喺度嘅，係。咁你嗰時覺得讀書係為咩？咁都係為將來嘅，老土地都係，係咯。為將來嘅，要考個試，要希望讀到大學，但我係咪真係讀到咧？我又唔一定嘅，係咯，我唔係最 top 嗰啲嚟噶嘛，咁又無所謂嘅。咁我覺得，除咗我只係想嘗試去對照一下，咁如果你細個嘅時候讀書都話啊，我為咗大學啦，為咗將來啦，咁其實你而家做老師。咪就係為咗學生可以入大學係嘛？係吧？你覺得都係咁樣？都係，不過我間學校就入大學就點講咧？即係
我會你我講，我覺得唔係一定，因為而家呢個唔係一定入大學係唯一條路。係啦，入到嘅最好啦。我所以覺得佢哋而家選擇多嘅，係咪一定要由Jupas 咁即係 Form Six Jupas 入去咧？我覺得唔一定。可以，譬如真係行 deep end 嗰條路，咁上行 deep 嗰條路 ，high deep 一路上，甚至之後做完嘢再出嚟讀讀翻書，我覺得都無不可嘅一樣嘢。即係佢哋都選擇好多，係啦，甚至可能啲社會經驗攞下再去讀翻書，都唔係唔好嘅。然後有啲學生真係未必係讀書係佢哋唯一一條路咯，有啲真係唔適合讀書嘅，咁佢做其他嘢咯。我有好多學生中意整西餅啊、白煮啊，我都做啦。有啲學生講嘢好叻嘅，我覺得譬如佢做個酒店啊，我覺得仲適合佢哋咯。咁如果而家咁多嘅選擇，你覺得點樣可以empower 到佢哋，即係幫到佢揾到佢自己應該一個點樣選擇？出嚟就係我就好似我覺得而家就我就想同你傾多啲偈，我想同佢哋讓佢哋了解自己多啲。佢哋而家好迷失啊！呢代嘅小朋友根本連唯一嘅目標都唔係好清楚咧，想做乜唔知道。你想讀咩啊？唔知道，有咩有興趣啊？唔知道，咁可能就係希望同佢哋建立關係之後，又帶佢睇多啲嘢，食多啲嘢之後，讓佢哋明白啊自己可以做啲乜嘢，或者自己嘅強項喺邊度咯。好多都唔知道。咁你會唔會用呢一個老師嘅身份同你自己傾偈？咁得意嘅呢樣嘢，咁你見到湯素華嗰啲？唔知道我真係喺度突然間諗緊啊！咁你頭先話唔知自己為咩嘛？係咯，然之後好多好多眼淚。係咯，我未試過，亦都冇咁樣諗過。係咯，都可以係咪啊？如果你有男嘅同學生係咁樣，我自己咪難啲咧，可能唔知啊，真係未冇諗過。多謝你。我只係喺度好奇咁。你係用緊啲乜嘢嚟幫學生啫？你覺得？我覺得好 casual 傾偈咯，即係或者譬如講嗰啲乜吹下水，即係可能真係吹水嘅。係咯，你又即係建立緊佢哋，我覺得我冇抌底嘅力量嘅，其實即係冇咁勁嘅，即係帶佢識，帶佢哋可能講下嗰樣吹下水，你知唔知嗰樣嘢係乜啊？有冇留意社會啊？知唔知嗰個國家嗰啲乜嘢嘢係咁？我覺得我自己都好皮毛嘅，有啲嘢我知道都吹下水，即係傾下偈嘅啫。係，但係佢識多啲。呢個傾偈嘅作用，你覺得最主要喺邊度啊？拉近師生關係啦，等我了解下佢啦，佢了解下我啦。原來我中意嗰啲嘢，或者我食嗰啲嘢，啊原來你唔食嘅，啊原來你都知嘅，啊有咩你知我唔知嘅喎。其實可能而家啲代啲人佢哋知我都唔知㗎。咁我就嗰個情會建立嗰個人師生情咯。係啦，又或者讓他們又知道自己多一點咯，你是這樣的人來的，有時候我都問到，你即可能我都會好像你的角色那樣，為什麼你會這樣這麼介意，即譬如處理 DC case 的時候，訓練 case 的時候，為什麼你那麼容易發火的，那麼似因為這樣的，你無端端這麼生氣打他一下的，原來你原來很介意某些東西的，即原來他自己都不知道，原來你跟他聊之後，原來你那麼介意他這樣這樣哦，你咁著緊個承諾嘅，你同嗰小朋友好介意就譬如佢講過噶嘛，佢今次冇做到，所以就嬲啦。可能係咁樣，哦，你好著重承諾嘅，試緊個仔係咁樣話，係啦。咁會讓佢知道自己多啲咯。你係咪個過程讓佢即係瞭解咗，嘣一聲瞭解咗自己好多，又未必嘅。即係俾啲嘢佢哋咯，嘗試。你細個嗰時候唔係咁樣同佢傾偈㗎？唔記得，我哋嗰代啲老師少嘅，講真係啦，少嘅，係啦，都係教書嘅多。嗯，係咯，嗰陣時即係淨係教課書，因為嗰時老師嘅角色真係老師啲噶嘛，即係有啲崇高少少，同朋友嗰個條線都仲有啲距離噶嘛。但係而家我哋呢代就會亦師亦友啲嘅關係。咁你會覺得好似啊都冇乜參考喎，要自己摸索。我不如我特別去參考，咁呢個就係我嚟嘅，即係我願唔願意去做，或者我點做，係咯，或者有時睇下同事點啊咁樣。咁喺呢十幾年入面，我頭先聽你講最多好似係一啲迷失嘅感覺咯。呢幾年係要強，呢幾年有冇一啲好大嘅衝突嘅感覺？有吧？個衝突係喺咩位置上面有衝突？即係頭先講學生啦，
同學生嘅衝突係最多嘅。嗯，即係同人嘅衝突。人係啊，同事都會有，係啦、啊，誒、嗯。因為點解你會出現呢啲？我理解我自己有時好似 stubborn 嘅感覺咯，係咯、啊，即係有啲執著，係啦、啊，咁會。啊、今日我就迷失，我都唔知道當下呢件事或者呢個人，我點樣處理呢 我甚至有個位置，我試過都企咗喺度，我唔知點樣再去啊，點樣再做咧？點樣再講咧？講啲乜咧？應該做乜咧？我真係企咗喺度，一直個迷失。呢啲係一啲比較因為一啲有形嘅衝突而出現嘅迷失啦。有冇啲比較無形嘅衝突係你內在可能一啲價值觀上、信念上，即係？好像違背了自己的一些東西，違背了，嗯，或者有一種拉扯，有一種混亂，不就是因為要教學生教好他們，或者要放手讓他們自由發展咯，嗯，是的，是有些，這幾年都不明白，是的，又或者覺得，我未有小朋友，但我覺得其他很多朋友，有小朋友都會呢，為了兒子鋪很多東西的嘛，我有時都會問嗰啲有小朋友嗰啲朋友啊，係啦同事，我哋以前都係咁樣大噶啦，冇嘢噶，唔使學任何嘢噶，係咯。但係點解而家好似啲家長要為咗啲小朋友搞咁多嘢咧？咁係咪個抱抱係咪真係咁重要咧？我覺得呢樣嘢都係我唔明咯。我唔知道呢樣嘢你問嗰種衝突或者價值觀啊。我覺得一個小朋友成長應該點咧？係啦，塞滿曬所有嘢俾佢啊，還是俾佢放任咧？佢呢樣嘢會。即係做啲學都會唔知應該點去。點解咁大感觸嘅講到呢一樣嘢？就牽涉我應該要點樣教學生咯？係咯，就是、放手啊，就是、還手啲，要揸得好緊咧。有啲就係呢幾年都係咯，壓到就係呢個位啦。因為我未有答案啊，同埋都唔知道自己可以點樣。係咯，啲時候就會會唔會當中都有啲混亂，有好多嘅混亂，或者俾人咁我覺得俾咗啲委屈，或者委屈，我又未知，我又唔想試做一個委屈，我覺得係我自己有嘢要進步咯，我有啲嘢我想做得好啲咯，去啲咩？佢就係。當變到一些事、一些人的時候，我不敢說我是 conflict 啦。總之變到一些我都未必處理到的人或者事的時候，我怎樣可以去做得好一點、嗯、我覺得總是自己做得不好的，即是我的眼淚，我都有些對自己的自責，是的，即是有些事，總之這幾年都做得不好。因為見到學生出了事，不是的，其實是可能真的純粹這幾年那種迷失迷惘，我都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就是可能有些就是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樣的時候，做出的結果原來是不理想的，有沒有想過轉行學生？那又沒有想過，為什麼？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這是我們教育工作者的悲哀，還有怎麼教了這麼多年嘛，其實是不知道可以跳到哪裡的。嗰時讀 drama act 嘅時候，都係有少少想自己睇多啲嘢咯。從另外啲角度，會唔會可以有得其他嘅發展咧？我先試去諗住讀，讓自己睇多啲嘢。人睇咗噶啦，開咗眼界啦，翻翻去我嗰個現實咧，叫做就係翻翻去教書嗰個現實嘅時候，發覺都係有啲嘢失去咗嘅。嗯，即係唔可以咁闊達地唔要份工，唔要收入，離開呢個學咧。在現實話我好似唔得咯，因為做屋企負擔啊，係啦，覺得係咪真係咁灑脱都做唔到？嗯，攞錢都做唔到呢樣嘢，係啦，或者去第二個行業由頭再嚟過，去到我呢個年紀係咪得咧？所以我收嗰個中鏡位係，亦都係因為自己年紀嘅，有少少去到呢個年紀，做咩咧？三十幾啦，三十幾可以做乜咧？跳衝出去嘅時候，人哋 fresh 嗰啲做緊好有 passion 嘅時候，人哋衝嘅時候，你先得，即係當 drama 咁樣啦。係咪真係仲可以呢個年紀時跳出去，再去玩，再去搞咧？好唔敢咯，冇呢個力啊，冇呢個心力啊，都可能係，又或者冇呢個膽啊，係咪真係放低曬所有嘢，從頭再開始過嚟？
就係、是、迷失得嚟又唔敢開始嗰條新嘅路咯。就係、是、我形容為中年危機。我同事都講過呢個 term 嘅。我嘅阿句上次又，因為其實我都知道自己校友喂，我有幾次同唔同嘅人分享過，都會係用中年危機啦、出頸位啦，我都會講頭先同你講過類似嗰啲嘢，我都會喊嘅，我次都喊嘅。其實係，我因為好易喊喎，本身真係咁加為。亦都我想通過呢個下半整理下自己嘅。咁我唔可以話，因為你入咗行做咗十幾年呢一行，而搞到你好似即係冇辦法再有其他嘅可能性行落去，會唔會？唔知㗎。即係嗰、那個係個環境喺度咁啊，還是係自己喺呢個行業自己嘅性格使然啦？真係答唔到，因為冇冇人話都講答到出嚟到。但係客觀嘅環境真係咁樣嘅，我嘅性格又係咁樣嘅。我的能力又是這樣的，是什麼框住什麼，什麼影響什麼呢？不知道了，是的。那當你在一個這樣的狀態的時候，你再走到課室裡面對學生，那你覺得怎樣？即是想像，現在放暑假了，我九月一號，九月今年至九月都很開心，我帶著一個這麼迷惘的狀態。咁其實我呢兩年都好迷惘，入到課室又 OK 嘅。佢啲咩兩年嘅我答 OK， 我又答唔到。其實我哋咁多年睇堂咧，你都會有壓力噶嘛。睇堂之前一定會驚，你入到課室又唔驚，你就一路好似 start 制 action 咁樣，跟住就嗰、那個角色又會真係繼續去得好好，好 professional 咁一路做。點為之 professional？ 你都會做翻自己喺課室入邊應該要做嘅嘢咯，唔會因為有人睇堂，你會覺得唔自然啦。你入到課室又會因為自己有啲諗法而。令到嗰堂會 run 唔到啦，又唔會嘅，係啦，我都感恩未至於嘅，係啦。你話有冇帶少少情緒入去？可能有，但係唔會話好大影響咯。係。你一個你覺得一個好 professional 嘅老師喺課室應該係點樣？會讓嗰堂課堂 run 得好好咯，係咯，即係佢哋學到嘢，佢哋會愉快咯。學生要愉快。咁佢同你玩嘅，最好咪咁咯，最同埋 drama 更加上啦，即係起碼上開心啲啊！咁係咪同佢哋？你會唔會同佢哋玩？我會噶，我同你玩噶，我都會同你玩。不過因為有時都要講課程，係咪同學都可以玩咧？又唔一定，因為一玩咧個時間就真係長咗嘅，好理想嘅呢樣嘢，係咪？即係唔可以同學都玩咯，但有時就玩一下啦。起碼輕鬆少少嗰個氣氛啦，我唔中意啲咁沉悶嘅課堂嘅，係啦，即係講個笑我都要講下，我自己都唔悶得嘅，係啦，除非講課程，係啦，我都要開心嘅，係啦。好啦，多謝你今日嘅分享，多謝，我都唔知，見到你留咗好多，好貴啊，我不如擺上網，留到你。